式求各下列各三角函数是值。好，我们可以知道210度在第三象限，第三象限的话 cos 是负的，所以 cos 210度等于负的 cos 210度减掉180度等于负 cos 30度等于负二分之根号3。第二小题 cotangent 240度， cotangent 的话在第三象限是正的，所以等于 cotangent 240度减掉180度等于 cotangent 60度等于根号三分之一，三分之根号3。第三小题 cosecant 4/5π， 4/5π 的话它是在第三象限，那 cosecant 的话是负的 cosecant 4/π， 所以等于负根号2。